谢谢，感谢大家的掌声啊！哎，看得出来，看出什么呀？朋友们都喜欢听相声，没错。最主要的啊，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这话对。最近嘛，我就研究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。好啊，遇到什么这个不懂的问题啊，都喜欢向师傅请教请教。请教谈不上啊，咱们可以探讨探讨。问问您行吗？啊，就是提到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，首先您能想到什么？能想到俩字儿。哪俩字儿？麻烦。麻烦。英文也是俩字儿。哪俩字儿 ？Trouble。您这 trouble 是俩字儿啊？不俩字儿吗？吃哇刷啵啵，没让您拼出来，知道吗？啊，是拼音是吗？不是，那也是。这传统节日哪儿麻烦了？麻烦。我问问您啊，您过元宵节哪儿麻烦？你得摇元宵啊。过端午节呢？你得包粽子。过中秋节？你得做月饼。您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怎么什么都您自己干呀？我自己不做，出门买去也麻烦。我再说一节日啊，没有吃的，您就说不出麻烦来了。没那个事儿。七夕，麻烦吗？七夕最麻烦。怎么了？七夕过不好就是小清明啊。那，谁告诉您的？这都有同感。哎呦，小清明，俩人谈恋爱，谈不好就少一个。您说您都结了婚，您还说这话？他主要他得互相送礼物，这送礼物他麻烦呢。这怨您啊！啊，不精心准备，假如提前准备了，到这天一点不觉得麻烦，是吗？你说我就有经验嘛。哦，那今天就是七夕节，我问问你，你说你准备什么礼物了？我送您还是您送我呀？哎，咱们俩互相送啊？不是，您什么意思？单身女孩，您要送我一单身女孩？谁说的呀？要我说我师父疼我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您瞧这副嘴脸。哪位？你说谁说要送你一单身女孩的？您不说送我一单身女孩？这儿有一个单身女孩，你送人家什么礼物？这还用说吗？啊，送我呀！送我。哦，那要送这妹妹？送我呀！对不对？送那大姐？送我呀！送那大哥？送我，就不太合适了吧？多新鲜的。不是，您别老说我啊！我问问您，假如您要送单身女孩，您送什么？那我肯定送什么，你师娘也不高兴。您这反应还挺快，是吧？我差点掉沟里。没别的意思啊。假如说今天您跟我师娘第一天见面，刚认识，送点什么东西？我们那会儿他不流行送东西。现在，假如说见面了，送什么？这不知道，主要看您预算是多少。咱们大大方方的，多少？30块钱以内。我都没法说您啊，怎么这么大演员，30块钱一礼啊？30块钱能不能送吧？也行啊，30是吧？对，这个您送2碗炸酱面。你要送姑娘，一碗她就够吃了。不，一碗不行。怎么？一碗糊您脸上不解气，知道吗？揍上了，那您就送30，谁不急着、这个？我就30块钱，非30也行啊。这个，送个首饰。30块钱送个首饰？当然了。送什么呀？送一个假的铜项链。哎呀，这铜项链就够山寨的了，还弄一假的。那30块钱嘛。那就跟人聊天怎么聊啊？怎么了？别人聊都是这么聊、大姐。您这 LV 是假的呀？到我们这儿，大姐，您这铜项链是假的呀？我把我们家那车链子拿出来了，是怎么着？您别胡联系行不行啊？您就30块钱，可不就送这个吗？我们那会儿30块钱可挺值钱的。30能买什么呀？哎，你上商场能买一盒巧克力。不，现在30也够买盒巧克力。我们那还能买别的呢。买什么？买5盒饼干。哎呦，2箱汽水。呵，4根冰棍。啊，你行吗？要没有监控我也行。偷啊！您30块钱嘛，我也做不到啊。不，没钱没关系啊，咱也有主意。什么办法？送真诚。怎么送真诚啊？情侣之间送一个温暖的拥抱，又有爱心，还不花钱。那要是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拥抱啊？不是，您第一次您就自己送自己这个拥抱吗？我这满大街都是人情侣互相抱着，到我这儿我这样吧？不是，不是啊，那撂去。影响市容。您说就说，您表演什么劲呢？是不是你就这意思吗？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您呢？为什么呀？主要是想说啊，您对七夕不了解。谁说的呀？我问问您啊，
七夕知道是哪天吗？你这农历七月初七，大家伙都知道。您光知道日期啊，不算了解啊。说个故事，您就不熟悉了。什么故事啊？董永七仙女，您知道吗？这谁不知道啊？知道发源在哪儿吗？这不太清楚。完了吧？啊，江西新余那个地方叫仙女湖。是是。相传这个仙女湖呢，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。哎，下什么？拿起话来就说呀。没错啊。下凡的地方。他们是那鸟变的人形吗？我记得。好，飞这么远就为下个蛋回去啊？不是，就从天上落下来。下凡。下凡的地方。哎，这个七仙女 有很多的别名。还叫什么呀？有一称号叫毛衣女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听说过毛衣女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冬天下的凡，啊，你要夏天下凡呢，就叫短袖女。行行行了，您别瞎说了。那毛衣女指的是人家啊身上羽毛做的衣服。这故事不用说，大家都了解。是问您点冷门的知识，您就不知道了。有什么冷门的呀？古代七夕啊，有什么习俗？搞对象？不是。我说古代，古代也得搞对象，古代不搞对象就没有现代。不是我的意思啊，就是古代啊，互送个什么礼物？炸酱面，啪啪。不是，您那么也会这个了？你是不是根据你这思路吗？古代不送炸酱面，那送什么呀？讲究送针。对，把这针呢交到容嬷嬷手上，好扎这紫薇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啊，不是让您扎针去了，知道吗？不是扎针吗？不是，过去男耕女织，哦，讲究穿针。穿针，哎，穿针引线嘛。啊，是 是。有一个那个七夕的习俗，就叫穿针，这叫什么？叫这个，对，叫穿针洗脚。哎哎，这个故事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怎么了？穿针洗脚，穿针洗脚。你要挖鸡眼呢是怎么着？我记得穿针不是穿针乞巧。乞巧，哎，这故事啊也引发出一个大家熟悉的传说。是吗？就都知道啊，就那个织女，哎，跟牛男那故事嘛，哎，对不对？朋友特别了解这个。这两样我们倒是都知道，放一块儿就不太清楚了。我这你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，就是这个织女跟家炖着牛男，等着牛郎，把这牛给宰了。不是，那这牛郎他放什么呀？不是您教我的这故事吗？是我教你的吗？快板里有这句啊，什么这个七月初七，传说的把是一个天河配，这个牛郎织女泪双流。这词儿有啊，故事吧？啊，为什么牛郎哭呢？因为他把牛宰了。怎么老有这事儿呢？啊，这不是你这意思吗？您了解，您直接说不完了吗？啊，光这么介绍啊，不直观。还不直观。我的想法啊，啊，咱们把这段演出来。那咱们演什么地方呢？初次相会。哦，他们俩人初次见面。第一次见面啊。这可有意思。这样咱区分一下人物。可以啊。比较费劲。有三个人物。是。这我来俩。你演谁呀？我来这个老牛跟牛郎。那我呢？织女。凭什么呀？不是，您长得好看，现在姑娘都大眼睛，你看。不不不。你比我年轻，你来这，大家都比较喜欢看你演织女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李菁老师演的好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我也不演。您必须得演这个织女，凭什么呀？因为这个相声界啊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。什么规定？凡是这个相声演员啊，名字是俩字儿的，必须得演织女。那俩字儿的多了，李丁也俩字儿，你也俩字儿，不是？裘英俊。把姓去了也俩字儿，您不能往上凑。我不是这个相声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。什么规定？这个名字是俩字儿的姓李呀，必须得演织女。你也姓李啊？不是，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，这个名字是俩字儿的姓李，叫京啊，必须得演。你就说我非得演就得了。就这意思。这点规矩给我一个人定的，您瞧见了吗？您演比我演好看呢。啊，行，可以吧？就为给大家展示这故事。这样啊，我演这织女。我介绍一下剧情啊，你可以。咱们就从这个。牛郎啊，跟老牛哎偷看织女洗澡开始，这牛也偷看呐。你看不懂剧情啊？啊，什么剧情？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的牛郎。哦，这么回事？有一个经过才引出这故事吗？明白了，可以吗？啊，这样您就在这个湖里洗澡，一会儿你这牛就过来了，扮演牛看到您，可以，发生故事。咱们现在开始吧，来啊。不是，您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？我没见过姑娘洗澡。
你见过姑娘洗澡啊？就这么演吧，就这么演吧。哎，你这作比成样不就完了吗？这是。我说啊，哎，别乐了。怎么了？我这儿都秃噜皮了。我看您高兴。看半天了，赶紧给那牛郎送信儿去、啊。有重要的消息。哎，牛郎，哎，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。对，村头厕所可没纸了。哎，啊，这叫什么消息、啊？不是，是什么？仙女洗澡啊？对对对，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啊！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！不，您家仙女待这地方啊？在村头厕所里洗澡啊？不是，这院您知道吗？湖里洗澡。我刚演一会儿啊，俩角色够累的。您这不对那不对，我怎么演啊？这不是你自己挑的吗？那怎么着啊？我来这牛，您会演是怎么着？我演这牛，我看您怎么说。那当然会说了。对，哎，牛郎，哎，那边有七个仙女洗澡呢，你只要偷走一件衣服，她就是你的妻子。那我要偷走七件呢？想什么呢？赶紧给我道谢，然后找仙女去，就到剧情了嘛。哎，谢谢老牛，去吧。让我老牛也洗洗吧。这。等半天，等一猪八戒来呀、啊。那猪八戒呀，看您我高兴、啊。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不，向我表达爱意。对对，推展剧情嘛。对。你看，织女，哎，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，是不是可以跟我走了呢？凭什么呀？不就这么个剧情、啊？不是，你是牛郎啊，是流氓啊？啊，就是偷您衣服，您偷我衣服，甭说你偷我衣服，你送我一个什么礼物，我都不一定跟你走。您说什么？你送我礼物，我都不跟你走。今儿就送那个礼物。你送我什么？送你两碗炸酱面，啪啪！别演了。